20位仙厨从全国选拔而出，经历了33轮的比拼，烹饪了100多道菜。今天一直陪伴着我们的所有仙厨也回来了。时间过得好快啊！我觉得大家回来，我突然之间。 好感动啊！真的像回顾我们这一季的节目一样。今天终于迎来了冠军之夜。把厨房交给男人，这里是由淘宝买菜冠名的湖南卫视原创美食少年先锋成长试炼季《仙厨100》第二季。上淘宝搜索“淘宝买菜”，买菜实惠又方便。来，有请我们各位仙厨，有请我们的尹兆寻、张景轩，帅，越来越有气场了。 来，接下来我们的智勋、雷静。哇哦，这个红配绿，有点像马里奥兄弟。袁楼不急，不急。龙龙，你终于回来了！哇，龙龙跟丹妮姐姐一个脸傻。接下来，易大千、丁清淮、徐天琪、陈叶生。 回家，养眼养眼。第二波来了，接下来让欢迎古兰蒂、北川儿。北川，王姐好想你啊，北川。江一浩、大齐、杜荣宙、明亮、李泽宏、齐小北、罗伟、江晨。 接下来4位师傅了，有请他们。耶，师傅天婆，瑞思白，瑞思白。哇！欢迎赵烨烨、林书伟、张耀、摩登兄弟、刘宇宁。啊，师傅们今天好帅啊！今天4位师傅穿的不太一样啊。 大厨的服装一穿上之后，整个战斗力就爆表了。哎呀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亮，非常开心在这里又跟大家团聚了。我是很开心的，我们节目终于到了尾声了，我可以不受委屈了。谁能让您委屈啊？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树威，我憋了很久了，今天呢，我要开火了，我要做菜了。 你们期待吗？期待。Hello， 大家好，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啊。今天这个也非常开心，看到我们所有的仙厨都回来了，然后这种感觉特别好。今天是一个收官之夜，然后所以也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好不好？今天等这一刻，我们确实等很久了。吃大餐之前啊，都得先吃点小菜热热身。 这个小菜怎么吃呢？不如让4位师傅给我们露一小手，好不好？好嘞！该点评的点评，好不好？该说的就说，好吧？没问题，没问题。把你心中的那个尽量的点评，尽量的点评林大厨，我拒绝你们的点评。哦呀！你们没有资格点评。哦！师傅就是师傅，闭嘴。 赵老师说完了，最后点评的全是赵老师。时间的关系，只点评赵老师。好，那接下来呢，大家规矩都懂了啊，那我们就不经意间，60分钟计时开始。耶！哎呦，开始喽！这么猝不及防就开始了。师傅加油！哟，那个小林哥，这哪边是你家呀？这儿呢，这儿呢。嗨，小林哥，你这是俩屋啊？你家？对，我今天4个锅要全开。 今天有30个人吧，我希望呢每一位先厨还有团上的姐姐们都能吃到我今天做的这个美味。啊，期待！有口福啦！今天我做3道菜呢，1道是现在是夏天嘛，冬瓜盅给大家做一个。哦。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一直说的这个咸饭。哦 我今天有可能翻车的就是这锅米饭，因为这个电饭煲呢时间特别长，我今天就要挑战它，一定要把它搞定。好棒！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鳕鱼，烟熏银鳕鱼，就是萌姐上次有讲过的这道菜，所以呢，今天我在这里给大家呈现出来。谢谢。哎，小林哥后面怎么放2盆花呢？ 因为今天做的是茉莉花烟熏银鳕鱼，因为茉莉花现在是应季嘛，现在茉莉花开得很漂亮，然后我会用新鲜的花来融合进去。哇，真的非常的新鲜，花盆都在，太讲究了，太讲究了。哦 这到了赵老师的不是战场是沙场，我感觉。对，这个炉子是坏的。哦，哎呦，哎呦，这个油打不开。这个炉子也是坏的，给我解释解释。是针对赵老师的吧？这怎么弄？导演组，导演组。 赵老师煤气没开，煤气没开。哦。虽然煤气没开，但赵老师的气儿已经开了。而且赵老师今天这个表现能再剪出10集来，我可以不受委屈了。那赵老师，今天咱开胃菜吃点啥呀？3道菜，1个云石板炙子烤肉。好吃，这个好吃。萃取金汤。 9香大黄鱼，还有一个就厉害了，一个螃蟹，一个螃蟹，螃蟹。哦，讲了半天就4个字，一个螃蟹。不是你说这么好的食材，能体现出赵老师的烹饪水平吗？赵老师能把这食材搞到手，这就挺不容易的了。体现出赵老师的实力。 所以赵老师这儿食材真的好丰盛啊，涛哥。对，3道大菜嘛。你看你身后宁哥在那儿削苹果的，这是完全2个画风。哎呀，雨宁，咱今天弄点啥？我今天做个拔丝苹果。哇，我最爱。那我真的好期待这个拔丝苹果，因为我真的没有见过。 然后再做个我经常在家吃的一个面条，嗯。哇！就像是摘去了星星那般幸运。 啊！亮哥，今天弄点啥呀？亮哥，一个是这个，算是焗虾、绝绝虾，然后还有一个水煮肥肠。哎呀，肥肠！我跟你说，我好喜欢吃肥肠，我也是。哎，我我想问一下亮哥，咱们那大肠里面的那个油是去掉还是不去？啊，已经去掉了。我吃的话是比较喜欢给它干净一些，那挺好的，对，不会太肥。期待。我们这节目杀青之后回家这2天，我估计我们家都会做这个菜。 我感觉这个几位师傅的做菜的风格就很不一样。对，雨宁跟亮亮呢，他俩就是属于那种就是特别家常，可以今天去菜市场买点菜之后回来就哇就很好吃的那种。他跟雨宁就是那种感觉。对。然后呢，张老师呢，就是他在厨房里面感觉就是玩儿，你知道吗？对，就感觉这就是他的舞台。嗯。 60分钟太长了，时间用不完呢。赵老师主要是要从精神上摧毁所有人。哎，有菜我不好好做，哎，就是玩儿。小林哥呢，就完全就是专业的那种出餐的感觉，就一个人称霸全场，感觉小林哥面前贴满了那个，对，就是那种进度条，你知道吗？就像一个机器一样，13桌，快上菜了，就完全全部都在他的脑子里面。对。热食吗 ？Hot Stone 是吗？云石板，代替那个炙子烤肉那个炙子。这它热的吗？它不是热的。热的。哇哦，看着好高级啊！你还别说，赵老师是真会出菜了。你这肉太少了，赵老师。就这么多。你肉真的太少了。就这么多，愿意吃不吃？不是愿意，我们愿意吃也不够吃。我们愿意吃吧，吃不着就对。上啦！你上啦！哇！哎呀！哎呀妈！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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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赵老师，赵老师，你这给几位师傅压力很大呀！哇！我的天哪，看着好好吃啊，这个菜！好好吃，赵老师，必须的。哦，真的好好吃啊！真的好好吃，好吃的。你的辅料都那么好吃，我感觉这洋葱都不是一般的洋葱。真的，我觉得吃完赵老师的菜，我感觉赵老师的才华配得上他的脾气。 吃完你的菜，你的脾气还可以再大一点。你的脾气配不上你的菜。亮哥，哎，赵老师这边都出菜了，咱着不着急啊？我这个是适合多人的豪横的菜，对，不要着急。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跟你平时是理发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理发师10分钟给你剪完了，你就觉得他剪得不咋地，但你给你剪一个点儿，你就得多给他钱，就是这样事儿。做菜反而不要太早做好，一定要压哨，压哨才是最好的，是吧？林哥这样式，我觉得下一轮比赛开始，你跟他们一块出菜，都这估计差不多。好样的，雨宁，果然是我的偶像。嗨。哎，咱现在咋样了？我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呢，正弄着呢，是吧？是的，非常稳。很多人这个质疑我可能不太会做饭，主要是谁质疑你不会做饭这事儿啊？嗨，旁边邻居拿枪的那一位街坊啊。林哥在，你来得及吗？我今天。 给你们扮演一个翻车的嘛，好不好？好，你要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对你天天说人先除超时，我看你今天怎么弄啊？说的我都有点害怕了，真的是。哇，林哥把一个大整个的冬瓜放进去了。对，我要做一个夏日的这个冬瓜盅，我要做3份。我以为林哥生气了呢，让你们说，我直接放里。我只要这个冬瓜盅下锅了，我这个就快了。哎，小林哥，我有个问题，哎，就是你做菜有没有什么秘诀？我觉得做菜的秘诀就是一定要坚持去做。我觉得每一道菜，大家可能做一次的时候呢，就失败了，就放弃了。坚持第2次、第3次，你一定能够学会的，并且呢，能够找到烹饪的乐趣，还有成就感。 那平时都是在哪儿买菜呢？以前是会去菜市场，但太麻烦了。现在我发现呢，有一个这个渠道叫淘宝买菜。哦。上淘宝搜淘宝买菜，买菜实惠又方便啊！这个必须推荐给大家，快捷实惠，太适合亲朋好友买菜囤货了。所以说，就是因为淘宝买菜，所以我们才敢今天在台上1个小时之内做90份菜。 那开玩笑，你要是光去买菜就要买半天，1个小时哪做得完呢？好嘞，学到了。现在时间只剩下27分钟了，还有这么久啊？哎呀，哎呀，赵老师下锅了，赵老师下锅了。湘西的老腊肉，四川的跳水泡菜，然后新鲜的藤椒打在一起。这个是那个螃蟹的酱汁儿。哇，藤椒我非常喜欢。哇，赵老师又好了。天哪！螃蟹。哇！萃取金汤，酒香大黄鱼。哇！我的天哪！ 它这螃蟹肉好嫩啊！我还以为就是原本螃蟹的味道，但是它其实不是。没有，有刚才螃蟹的酱汁儿。对，有那个酱汁。我觉得这个酱汁太绝了，这个酱汁很好吃。哇！哎，真的很不一样哎！那个泡菜的味道太好吃了。这腊肉的那股香味儿。来，最好吃的是这一块哈。 正确的吃法是拿个小碗挖一块鱼，然后连着那个汤一起吃。好咸啊！它这个鱼没有刺哈，没有刺，大黄鱼没有刺。我想最后回味一点点酒味儿，那个感觉太好吃了，师傅。哇，赵老师今天厉害了，这3道菜。鱼宁啊，现在还有几分钟？16分钟，还有16分钟。 哎呦，亮哥的大肠来了！哎呦我亮哥，这太爽了！哇！水煮肥肠。大肠，水煮大肠，我的天哪！大肠肯定好吃。巨虾。哇哇，好香啊！好香，我天，真的好香。哈哈哈。 哇！嗯，哇，也太好吃了吧！哇，亮哥，大家都在哇，都在哇哇哇！这大肠太好吃了，谢谢谢谢。米兰的这个咸饭。 绝味，太好吃了，真的。全程雨宁不说话，就是我自己了。对，我这边把这个灶台的位置搞一搞，不然太重拢的话，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的话呢，就不太好。哎，你需要帮忙吗？我有时间，我来。哇，你们两位好暖哦！真的吗？真的吗？我真的吗？来，你要把那个肉剥出来啊！对，肉剥出来就行了。雨宁这个真的非常耗工的。 明白，我们也有团魂，这属于录了12期了。我这已经是粉丝了。哇！拔丝苹果。哎呦，哎呀！小心！雨宁，你那火候掌握还挺好。雨宁就一定要做好，特别帅。 特别帅！哇！加油！百米冲刺！是白糖吗？雨宁？对，白糖是白糖。 拔刺了！来，拔丝苹果来喽！哇！简直人生的幸福！可以，雨宁。哎，面煮了没？面还没煮，嗨。 面还没煮啊！加油！面条。哇哦！好好吃啊，这个面，我的天哪！哇，雨宁这面也太好吃了吧！ 厨房是一个应该充满意外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你们今天都完成的这么好？雨宁的那个拔丝苹果，我真的以为那个拔丝你是拔不出来的，没想到非常非常的好。这个鳕鱼，谢谢林老师给了我一直想要的味道，还超出了我的预期。最后呢，我们一定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赵老师，赔上家当呢，只是给我们小试牛刀，但是今天已经超水平发挥了。今天我还是用了3成功力的，特别好吃，就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好吃。 谢谢，真的好吃，真的好吃，不容易。我今天做完之后，我会觉得，你们都比我棒，真的是，因为1个小时之内又想做自己特别想给大家品尝的菜肴，真的非常难。所以呢，你们都是特别棒的，我也很荣幸今天能让你们吃到我做的菜，我真的很荣幸，谢谢各位，向你们致敬，不容易。Respect！ 今天后面的先厨你们给打个样了啊，一定要发挥超常，好不好？好。 把厨房交给男人，这里是由淘宝买菜冠名播出的《先厨100》第2季，我们的冠军之夜。那在这里呢，再一次谢谢师傅们给我们带来的暖场菜，谢谢各位。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3位先厨施展他们才华的时刻了，这也是他们最后2轮的烹饪时刻。有请我们《先厨100》第2季全国3强，有请3位。 2个月的美食考验，3强先厨脱颖而出。恭喜大熊、景轩和雷静成为了我们《先厨100》第2季的全国3强。谢谢。风格百变的雷静，花样百出，创意无限，妙语连珠。我今天带来了1藕2吃，今天我做的依旧是1虾2吃。你又刷新了我们对你的认知。雷静是一直很让我惊喜的一个人。谢谢。 实力派尹兆雄从容不迫，将家乡特色做到极致。我的优势是大胆做一些创新，用自己100%的状态迎接对手，才是对他最大的尊重。他是我目前看起来最有冠军相的一个人，给我的感觉你就是胸有成竹。好，谢谢。稳准狠的张景轩。 从西厨到中厨，不断挑战自我，迎难而上。这是一个中式的烹饪方法，用一个西式的摆盘。我是厨房里的战士，永远保持着对烹饪的热情。景轩的感觉，他整个就是像一个炮台一样，无限输出。3足鼎立，今晚冠军只有1个，就是我。想拿冠军，这是肯定的，我会朝着冠军去努力的。谁将夺冠？ 让我们有请张景轩！有请厨房的狙击手雷静。雷子。接下来，我们的大熊。Hello。大家好，我是景轩，我会把我所有的精力放在那个灶台上，谢谢大家。帅。2个队伍都待过，我们幕后的2个技术指导，但是不好意思，今天我要单飞了。而且要飞得最高，对不对？对。好，大家好，我还是那个稳定输出的大熊，谢谢你们。大熊还是那个大熊啊！那接下来的这个时刻呢？ 我来说一下规则：冠军争夺赛比赛规则。本场比赛共分2轮，第1轮为兄弟关，3位先厨在60分钟内以给兄弟的菜为主题制作拿手菜。17位兄弟先厨进行品尝打分后，平均分排名前2的先厨进入下1轮比拼，排名第3的先厨成为本季季军。哇，看人缘可熟到了。 来，接下来把我们的灶台交给3位先厨。老规矩，60分钟，我们计时开始。加油！来问一下景轩，给兄弟们搞点啥？今天我的菜，我可以用1句话来形容，叫山间野海味相配，更有糖饼润心喉。 能猜到我做什么吗，兄弟们？这么有文化，猜不到。兄弟们，那个想了一下，看到桌上有蘑菇，应该跟蘑菇有关系。对，然后今天我给大家带来3道菜。哇！这3道菜也是我人生以来重要的三个节点。第一道菜呢是酸萝卜炖粉条啊，东北菜。因为我是一个东北人嘛，从小我妈就给我做粉条，就是怎么说呢，这是我记忆的一个味道，然后想呈现出来。 因为我们录节目，我们先厨都收获了很多粉丝。那景轩东北的收获了很多粉条，对。来，接下来我们雷静。 那个，我今天其实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套非常豪华的武汉的过早。为什么叫过早？因为武汉吃早餐就叫过早，它是一句方言。然后我们对于过早，就像广东喝早茶一样，它非常严肃，非常的有仪式感。但是它并没有广东早茶那么精致，所以它非常江湖，非常的接地气。 就是很多摊儿上那种，对对对，小摊。武汉有一个特点，就是差不多90%的人都不在家里吃早饭，他们有专门的早餐摊儿，而且选择极为丰富。那开早餐摊的人算在家里吃饭吗？不是说90%在早餐摊儿吃吗？对对对那10%是开早餐摊儿的。那么里面同样是有4道，有肉干面，有面窝，然后同时也有糯米包油条跟一个豪华版的绿豆汤，桃胶百合绿豆汤。哇，这个真的很武汉，非常的地道。我想问一下雷静，怎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准备这么多这么好的食材呢？ 就是我们可以上淘宝买菜，今天下单我们就能明天拿到我们最新鲜的食材了。那这个应该花不少钱吧？感觉没有，现在我们上淘宝搜索“淘宝买菜”，买菜实惠又方便。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让我们生活变得更方便的方式。对对，非常的便捷。嗯，其实这个感觉特别好，就是一个安心。对，嗯。大熊今天给我们弄了个啥？ 我做的是一些比较长沙地道的一些肉丝粉跟一个葱油粑粑，啊，这都是我最熟悉的了。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些兄弟们从全国各地赶到长沙来，我想作为长沙的东道主，就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招待他们。我做肉丝粉还有葱油粑粑，到现在应该是做过3次吧，是我用心想去呈现的一个味道。 大胆去做出来，去呈现出来。我觉得大熊这个想法特别好，因为来了全国各地的兄弟们嘛，然后分享一些长沙的美食。其实雷静也在分享湖北的美食，湖南、湖北唯厨有才，今天把好吃的都分享出来了。景轩也分享了小时候的味道，对，也分享了记忆中的味道。第一个是粉条，第二个是麻酱糖饼，超爱的。 因为我6岁的时候从东北到了北京，然后我姐就给我买了张糖饼，然后就是因为在东北嘛，小时候没吃过啥好吃的，就是一吃这糖饼感觉这也太好吃了吧，麻酱糖饼太好吃了，就那种感觉。然后是酥皮儿的吗？就有点酥脆的那种吗？对，太棒了。千层的吗？千层是有点分层的，就是反正我想把这个味道去还原。10来层吧，不是千层哈。10来层呢？那滴滴有电梯吧？他一定要做糖饼，但是做的很长。雷静，你刚才那个粉是什么粉啊？那个是做面窝的，它是用了黄豆跟大米一起去打发的一个有一定的比例，就是可能会很像我们湖南的那个糖油粑粑，但糖油粑粑它是只用了米浆，但是这个里面大多是黄豆。这是姜吗？对对对，因为那个黄豆它会有一点豆腥味儿，然后姜主要就是去压那个黄豆那个豆腥味儿的。 你好像带了一个面窝的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厨具，是不是？对对对，我觉得那个蛮有意思，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哇，它已经泡过油了，因为要让它去充分的吃透油，然后它才不容易粘那个面糊。 雷静，你那个好好吃啊，感觉。这个面窝的口感吃起来，它旁边是那种非常暄软的，然后中间那一层是很脆的。那么炸像这种炸饼啊，这种就是最后起锅的时候油温一定要高，高油温就会把里面的油就给它逼出来了，那这吃起来就很酥脆。问一下我们大熊想要做什么？我做的它是葱油粑粑的，那就跟那个面窝有点撞哎。 对，但是口味完全不一样。是甜的还是咸的？咸的，咸的很脆。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尝尝大熊的这个做法跟雷静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啊？湖南、湖北，看看口感上有什么差别。大熊那个是炸的那个炸油条的那个锅的那种感觉吗？对，然后我用的是这个，啊，也有一个特色厨具，它俩一样，一个圆的，一个扁的。好好吃的。 知道了，大熊其实跟我是同类型的，那么上场的压力肯定是有。专业厨师跟你业余爱好，只不过一个是湖南，一个是湖北，那你只能去用你的巧思，在第一轮怎么取胜。整体的感觉上已经非常非常有食欲了。就这样单吃吗？搭配一个桃胶百合绿豆汤。林叔，赵老师还有多长时间？26分钟。谢谢叔。17岁的时候，正式的进入西餐厨房。当时师傅教了我一道，就这个炒蘑菇，还教了我一道那个鹅肝儿。最后我把这个两道菜混合了，去结合一个新的味道，这也代表我第3个人生的节点。鹅肝呢，其实就是一定要慎用，如果一旦做的不好，就吃一嘴，就是我的形容，就吃了一嘴的鸡窝，就是那种禽类特有的那种腥臊的那种气味。 这个蘑菇是一个热头盘，也可以当成一个冷头盘来吃。大概还有多久？21分钟。好嘞。大雄，你这个火关没？高压锅这个。大雄，你这个高压锅是一直烧的，让它出气，是不是啊？这个不用关，还要动。我做那个原汤肉丝粉的那个码子，按道理我应该还要切点五花肉放在进去一起包的。 因为太紧了，一下给忘了。我们现在还剩下15分钟，这么快？最后的15分钟，雷姐，你的绿豆汤好了吗？好了，好了，好了，而且已经爆沙的那种口感了。哦、对，就是在绿豆汤和绿豆沙中间那个是我最喜欢的口感。 太想喝了，我现在。但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做绿豆沙的小窍门哈。好。就有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做这个绿豆汤，然后它就不爆沙嘛。做之前在那个冰冻，冻一晚上，第二天拿出来是冰冻过的那个绿豆下去，10分钟就爆沙了。哦。其实我现在已经有3个都好了，但是我在等我那个糯米饭，要做一个那个糯米包油条，就很像上海的那个粢饭团。哦 我知道粢饭团，对，很好吃的。哦，有炸油条吗？对，因为糯米包油条里面是有那个油条的嘛。我好期待啊！还有3分钟，还有3分钟了。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吧！哇，今天他们3个当中将会是有一个最后一次给我们做菜了。是，大雄这边下粉真的是太熟悉了。平常可能练习的时候会做的比较轻松一点嘛。今天可能因为是比赛，然后考虑到要做26人份，自己中间确实还因为经验不足嘛。 好，还有最后1分钟，快！算吧，先把饼全部上了。15秒，下盘子。 现在就是一个雷师傅早点铺。最后的时刻，可以上菜了。OK。哇，太丰盛了啊！这个是配的一个山楂的一个小干果，然后这个饼是糖的。嗯，可以，他这个做的。 这好吃，这个好吃，这个好吃，那粉条子吗？对。哇，这粉条可以啊！秦轩这个虾很好吃，这粉条太好吃了。来试一下味道吧，那个菌菇是吗？对，菌菇跟鹅肝的。 我觉得鹅肝跟这个菌搭配，对，非常好，非常好。景轩的太好吃了，尝尝豆面了吗？放少一点啊，好好吃。我们雷晶这边好了，热干面有面窝，然后同时有糯米包油条跟一个桃胶百合绿豆汤。哇哦，好棒啊！哇，天哪！姐姐们可以先试一下那个小面窝，好吃，好吃。 是我大学的味道，好吃。嗯，它的面窝炸的挺好的，这个面窝很好吃，雷晶可以啊。我尝它热干面做的咋样？这样子的热干面我就不爱吃了，你这是碱面啊，太重了。你绿豆汤尝过了吗，雷静？我试过了，但是我可能就尝了很多，就是有点淡。我的也可以了，这是我们大熊也弄好了。哇，这个什么面啊？这一看就好吃啊！大熊的汤是很好喝的，但是就是粉进去有点没味儿。 太淡了，对，汤太淡了，这太淡了。大熊的湖南的东西，它应该要辣一点。大熊，你就是一个粉儿吗？还有一个葱油粑粑。哦，对对对对。你们尝尝这个。而且新改良的好点吗？ 嗯，还不错，这个好吃。这个比雷正常炸的好。那我觉得，如果弄葱油饼的话，这个还是比面窝炸的好吃。哎呀，这个雷静和大熊之间有点难选啊。对，有点难。那我们这边听一下，小林哥。好，我觉得景轩的话，那个饼做的不错。 然后呢，我一吃的话，其实我觉得会比较干，但没想到里面的馅，里边是红糖做的，红糖是吧？对，是好吃的，好吃的。然后呢，我觉得现在有点像摆那个西式的 cheese plate 的那种设计融合进去，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讨巧的，就是有那种中西结合的这种味道，有国际视野、本地精华的感觉，做的不错啊，这个。好，景轩的那个糖饼。 包括它的那个厚度，包括那个面皮的脆度，然后里边的那个就是糖的配比都非常的棒，就是入口的时候惊艳到我。它的糖饼非常成功，我之前没有吃过这类东西，但是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吃。我平时不太喜欢吃甜食，但吃到那个以后，我就一口都停不下来。我觉得雷静。 一如既往发挥了他以前的特色，就是第一个学习能力非常强，然后短时间内能把那个面窝是吧，就炸得这么好，我觉得很难得。而且雷静他那个摆盘也很漂亮。大熊的这碗粉，它里边有那个原汤用鸡汤的这个鲜美的味道，然后他还特意放了香芹和这个葱花来提这个味。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碗汤，如果是喜欢吃清淡一些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早餐。 好，谢谢我亮哥。然后这个粉，我刚刚看到宁哥在那儿，那个汤都喝了。对，很好喝。然后包括这个粉儿，我觉得也特别好。好，谢谢。我是觉得说呢，如果你就是说我做一碗粉儿。 好吃的粉儿，那我觉得你基本上已经做到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说我代表长沙给兄弟们做一碗粉儿，我觉得湘菜在我心目当中，它一直是个大起大放的江湖口味，这个就稍稍的寡淡了一点点。我今天是对他期待很高的，但是他的两个，说实话是有一点点偏淡了，我觉得。来，我们各位先厨，请打分。 兄弟们投我一票啊！那个投我的下周那个淘宝买菜的那个购物车由我来清啊，没投的那个我去你们家蹭饭啊。那个反正我觉得我今天对于出品我就没有问题，那么剩下的兄弟们加油好吗？我是一步一步爬起来，你们也看到了。作为一个场上不是专业选手的厨师，我真的用尽了浑身解数，头发掉了不少，看你们的啦。希望大家喜欢尝尝米粉的味道，谢谢。 那我们这一轮的规则呢，排名平均分排在第三位的，就是我们本季《先厨100》第二季的季军了。那接下来剩下的两位来进行到下一轮的比拼。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三位的平均分数。首先，各位请看第一位大熊，他的分数是。 这个就稍稍的寡淡了一点点，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早餐。这个粉儿我觉得也特别好。很棒。最高分是99分、啊，99分，很高的分数啊！容宙是99，古兰蒂也98分，谁给他60分？天琪是60，谢谢。好，我们来看一下大熊最后的平均分会是多少？我们大熊的平均分是88.59分。 看一下雷晶，他的分数是，我没有觉得我今天出品有任何问题，但我也知道两个专业厨师跟你业余爱好肯定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就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担心。哎，第一位还是99，好，我们容宙99，志勋93，明亮也是93。 许天琪给了60分，没有60。哇，天琪做的很公平啊！你这个打分标准，我要向你学习。好，来我们看一下雷静的平均分是多少？哎呦，89.88分，目前是高于我们大熊的。 啊，多0点多吧！天哪，好难受。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一轮最后一位景轩，国际四爷，本地精华的感觉，就是入口的时候惊艳到我，一口都停不下来，非常好吃。哇，正负100！哇。 就连天琪都打出了90分的高分。天琪，你能说一下你怎么打分的？首先我是个东北人嘛，然后我看见那个粉条子就格外亲切啊，就好像吃完了就回家了似的。然后去的大熊和雷子，我是挺对不起你俩，但是不管打多少分，我给你俩打的也都是一样的分。所以好就是90，不好就是60。爱憎分明的天琪。来，我们看一下景轩的平均分。94.71分，毫无悬念了。好，首先我们要恭喜景轩和雷静。 成功的晋级到我们下一轮冠军总决赛的争夺，来恭喜二位！谢谢谢谢谢谢兄弟们。首先我们要恭喜大熊，是我们《先厨100》第2季的全国季军，恭喜！谢谢大家。 我们有请颁奖嘉宾，就是我们大熊的2位师傅张亮、于宁。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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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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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谢谢。 其实到《先厨100》这个舞台，我能传到现在，其实是我自己没有想到的。各位老师、各位仙女们，大家好，我是一家5星级酒店的厨师长，我给大家表演的是一个切土豆丝穿针。来到《先厨100》的这个舞台，我的17位小伙伴真的，他们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下次给我一头牛，让我在这里犁田。好样的，大熊！还有我的5位小姐姐，是真的，你们给了我就太多自信了。大熊就符合我的期待值，大熊的所有的都很完美，很完美，就是反正就是一如既往的好。大熊已经就是我觉得已经让我放心到不用担心了，非常的稳定，功底还是非常扎实的，味型、造型绝对是一流的，无可挑剔。 收获了一群可爱的人，还有在这个舞台上的经历和自己的成长，对我来说是非常难以忘记的。谢谢。好，让我们谢谢《先厨100》第二季全国季军尹兆雄。把厨房交给男人，这里是《先厨100》第二季的冠军之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两位冠军候选人。 张景轩、雷静，加油！加油！加油！越往后走，其实我的胜负欲，我想要去争夺的那种感觉就会更强。想拿冠军，这是肯定的。在厨房坚守了10年，等到了可能这算一个机会吧。有信心吗，雷静？没问题。冠军菜又怎么样？今晚冠军只有一个，就是我，没毛病。哇哦！ 雷静真的是一匹黑马，景轩真的是实力非常的强，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每一场都比上一场打得好很多，最后一场应该会很精彩。好，两位先厨，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给师傅和姐姐们定制的菜，60分钟，最后的时刻我们计时，开始，加油！ 景轩，我带来的第一道菜是烧腊，用广式的乳猪去配广式的辣味糯米饭。这些肉是？这两个是我用的本地的食材，湖南的小香猪，然后我把它整个就是去骨了，给它呈现一个脆皮的状态。哇哦！现在撒的是那个味椒盐，是不是？对，增加一下猪的风味。这个是要把这个香肠切的晾在里边的。 刀工哇，手速太快了！这什么呀？你在拍的？用水泡发过的瑶柱把它拍散。要把它卷起来啊！把它定型，定型。这是一道百花脆皮乳猪啊！哇哦！其实景轩做这个菜真的挺不容易的。按照我们正常做的话，是要先焯水，然后刷皮水。那皮水起码是要吹8个小时以上，把它完全吹干了，然后再放到烤炉里面去焙熟。 如果还能做出来，真的。这道菜是一道非常非常难的菜，但是我要做得好，我就要做得更好，拿出一个像样的，带给大家。上色是吧，景轩在？不是脆皮水，就是大红醋跟麦芽糖，它会让这个皮变脆。景轩还拿了个小电扇，他要把那个皮吹干，这样的话你烤的时候，它才会相对比较脆一点。 雷静，我们今天准备做的是，因为是给师傅还有姐姐的嘛，所以说我相对来说会比较健康。一个无米炒饭，再加上一个素的佛跳墙。什么叫无米炒饭？就是你吃不到米粒，但是我呈现的是一个米的口感跟米的味道。哇，这么厉害！你这才是创新，我感觉。我知道他们是专业的厨师，那我如果我要跟他硬刚，我其实刚不过。那么我觉得我好使的就是我的脑子，那我就可以玩一些花样啊。我觉得有得一拼。 雷静在用这个花菜的花来这个代替这个大米。对。哇，黑虎虾。对，黑虎虾。我觉得黑虎虾它可能带那个虾壳去煎，它的风味会更足。所以说我是煎好了以后再去把那个壳给剥掉。对，这样子而且还不容易把那个虾的蛋白质破坏，不会变得很老。这虾好好呀，感觉。对，感觉好诱人。对，而且我会用这个煎辣黑虎虾的虾油去炒一些我的像青红彩椒一些配菜之类的，它就也会有那个虾的一点点鲜咸的感觉在里面。炒这种跟那个真正炒米饭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你要把它的那个水分让它炒干，就它如果太湿了，就可能吃起来会比较像糯米。 好像米啊，这是你自己研发的吗，雷静？其实也是吃到过，觉得哎，就是真的感觉自己在减脂或者减肥的时候，那个味道是不错的，就真的可以解馋。最近这个很火，在北京好多那种轻食餐厅也有这种无碳水炒饭。哎，但是雷静，你之前那2场比赛都是景轩一直给你出谋划策，还让菜给你。那这一轮你们2个在比之前有没有相互沟通过呀？那倒没有，我们冷战好几天了呢。就为了今天吗？对。昨天晚上都不让我去他的小房间了。本来你俩就经常晚上在一块儿小房间里交流的是吗？ 就是因为之前不是我被淘汰了一次嘛，然后又紧接着复活赛嘛，我就每天晚上拿着我的小本儿，在他那个小房间那个台灯底下挑灯夜战。哎，景轩，刚才雷静说了，冠军就是他，你有什么看法？那我肯定有看法呀，我肯定有看法呀，那能行吗？那我乳猪都出来了，我都。 我想问你个问题，你之前帮他是有全部在帮，还是最后留一手？师傅毫无保留的去交给我，然后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把我的好的东西去分享给我的朋友。如果我朋友需要的话，那我肯定是义无反顾的。然后我再去做一些创新，这也是我自己的东西。真好，厉害！还有37分钟，我看那个景轩所有的动作都是3倍以上的在放映。 黄瓜是干啥用的？我这个是想给意大利面做一个中式的菜码。这是生吃的吗？黄瓜？就有点像这个炸酱面里边拌那些东西。我知道，但你这板儿用的是那个熟食的板儿吗？嗯。那肯定不行啊。萌姐，我再重新切一遍。萌姐，我再重新切一遍。 不行，我重新切一遍，我必须重新切一遍，必须。怎么回事？张景轩，还有29分钟啊！景轩，你的面煮了没有啊？意大利面还要煮个一小会儿的哦。在这个水里边加了点这个油跟盐。你可别煮过火了，那意大利面煮过火可难吃了。好嘞。但是景轩，因为你是做的是一个中国口味的这么一个面，我建议你还是要把它做熟，不要有生心儿哈。那这款面还是要焖透，不然呢就没味道，因为它特别硬。好的，师傅。那个面 OK 吗？已经过了10分钟了，这样。还有点硬，范小姐。 其实它这个面完全没有出的意义，要是在我看来的话，因为你已经有饭了嘛，你出什么面呢？那个面那么难煮啊！意面一般都12、13分钟。了，本来孩子眼睛就不大，这回眼睛更小了。好吃吗？雷静的素汤已经在那掉了，加了蘑菇进去是吧？雷静加了那个杏鲍菇去模拟一下那个肉的感觉嘛，然后还加那个鲜的香菇，漏非漏。 所以你调出来汤是浓白的那种，对，白白的。哦，这种其实可以大火来滚它，出来就是比较浓郁一点。哎，黑黑的东西往那锅里放的是啥？木耳。哦，木耳。我对雷子这个还是挺期待的，会有那个香气以及那个鲜味儿。还有14分钟啊！不打不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怎么烤成这个样子？哇，这猪肉好像有点。 温度不够啊！是我刷个油，那个感觉不均匀。完了，不会被我说对了吗？说翻车了。哎呀，不要翻车！他这个也要翻。我再刷一层皮水。哎妈，我都紧张了！哎呦我天！我可以给你一个方案，用炸。如果里面烤透了，真的你用炸的。是我给我5分钟，5分钟不行我就炸。你来不及了呀！ 还有10分钟啊！好嘞，我觉得你先把面搞出来，然后再把那个凉菜搞出来，好了。每3、4片叠在一起切，这样时间会快一点。那他刚才那个丝儿都浪费了。 那个面别糊了呀！紧旋旋。到最后一刻，我们坚决不放弃。来劲儿，欧啦！哦耶！哇，来冠军菜啊，有可能是。哇！哎呦！哇！ 哇，这看起来太好喝了吧！我最喜欢喝素菜汤了。哇，这个是我们的无碳水炒饭、无米炒饭，很健康。这个炒饭好好看。哇，这个看起来好有食欲。 雷劲真的可以。好，再举来喽！这个我买有点少。哎，时间应该够的。好好好。真好吃，而且这个好健康啊！就是大家吃了以后会感觉像自己没有吃主食那种感觉。 学到了，我也要搞这个菜。真好吃，味道还可以，但是没有不是米的感觉。它闻起来有米香，但吃起来没有米香。过来，碗很烫。哇，这就是佛跳墙，这叫素佛跳墙。 汤可以的。 还有8分钟。哦，那个肯定不脆。 先出100，提醒您下节看点。我特别喜欢雷静的那个素佛跳墙的汤，佛跳墙那个汤就绝了，我就用的非常巧妙。而且你很懂我们这些食客，就像你给我的感觉一样，非常舒服。不脆，看样子是脆的。它煮太厚了，可能没有给我那么多惊艳的感觉。我们都在为你捏一把汗。哭了，景轩，你吓到我。之前是我看走眼了，对不起。 淘宝买菜先出100，待会儿见。淘宝买菜先出100，现在继续。这里是由淘宝买菜冠名播出的《先厨100》，上淘宝买菜实惠又方便。考不上也是，还是差了一点。就是都要炸的，像那个酥皮那个地方位置才行。对，最红的那一块要每块烤的这样。要每一块都要烤成那个样子。你看它白的那个就是软的。 如果这猪是软的，我跟你讲，应该脆，应该脆，不脆，看样子脆，你也必须要回炉。我很着急，我确实很着急。这道菜是一道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的菜，确实很赶。它猪肘太厚了。没劲的。景轩还有1分钟啊，你得切一个，至少摆盘啊。你小心手啊，小心烫。 还有30秒，20秒啊！这个菜他们1个小时做的，这也是我当时。 好爽啊！哇，你听那个声了吗？哇，对的。嗯，厉害了！太好吃了，就入口就是像摇饼干一样脆脆，嘎巴嘎巴的，好好吃啊！哇哦，好好看，挺好吃的这面，面还可以，嗯。这边还有我们是没上，嗯，好吃。面做也不错，既有意面的 Q 弹，又有那个炸酱的酱香，这面很香。哦，这凉菜好好吃，宝宝们，来。 哦，这个味道闻起来都好棒，好吃哈、啊，嗯，好喝，哇，好难打呀！接下来就是要打分的时间了。到底谁是我们《先厨100》第2季的冠军？ 那接下来，请各位跟我们分享一下雷静今天的这个素食青菜汤，非常非常舒服，就像你给我的感觉一样，非常舒服。景轩，猪真的非常非常好吃，我是很喜欢这道菜。首先，我们请看，菲菲给雷静95分，景轩99分，这么刺激了吧？ 雷静5米炒饭很适合当下很多在健身想要健康的朋友。景轩乳猪这一道菜，它那个脆皮真的好香啊，真的是有俘获到我的胃。谢谢兰姐。第4分数是，哇，今天99.5。 雷静，我觉得你每一次给我们做的菜，包括怎么样去选材，我觉得你非常的用心，而且你很懂我们这些食客。然后再说这个汤，这个汤可能没有给我那么多惊艳的感觉。我觉得景轩的菜非常的扎实，很稳，包括遇到的问题，我们都在为你捏一把汗。我没有想到，就是有人会在1小时之内做出一个烤乳猪出来。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酷，非常的厉害。接下来5位姐姐平均分是，我们请看，96.60分对98.80分。哇，景轩分好高，真的。哇，哭了。分哇，景轩这个压倒性胜利。赢了，几圈赢了，没有人支持。来，接下来让我们看到的。 接下来就是4位师傅的时刻了，来，那么景轩的话呢，我要夸一下你这个面啊，因为你用西式的这个意大利面，融合了中式的这种烹饪，让这个意大利面呢，让更多人去喜欢它，这才是一个作为一个主厨呢应该做的。我觉得雷静的菜呢，更能够代表就是我们厨艺界有讲什么呢？巧思妙想，用的那个西兰花还有那个菜花来做炒饭，里面加了一些虾在里面。 我就用的非常巧妙，我特别喜欢雷静的那个素佛跳墙的汤，景轩的这个卤猪是我想象当中脆皮的那种脆度，很棒。谢谢两哥。我们雷静那个佛跳墙那个汤就绝了，喝的特别好喝，然后特别舒服，然后我还真的想回去做的那种的。景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然后又发生了一些小小的状况，但是你可以在最后的时候把它挽回来，而且做得非常棒，我觉得这个是很优秀的。哎呀，这是最后一次了哈，就站起来说，雷静，今天你的菜做得特别的好，汤很鲜美。我说雷静是什么呢？是这样的，是垂直上升的。你的进步吓到我了，所以。 雷静，我今天跟你道个歉，之前是我看走眼了，对不起，对不起。先出100，提醒您下节看点。接下来最后的冠军时刻。哇，赵老师今天都不端水了，非常完美的结尾。我第一次看见赵老师打了100分，没办法，我只有100分。恭喜，先出100。 第2季总冠军。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的颁奖典礼，最向上少年奖。哦，就是平时跟小孩似的，然后总气人是吧？那不就是赵老师吗？实至名归。第2个最受委屈奖，他试图攻击流量，却反被流量攻击。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精彩瞬间，太丢人了。淘宝买菜先出100，待会儿见。 淘宝买菜先出100，现在继续。这里是由淘宝买菜冠名播出的《先出100》，上淘宝买菜实惠又方便。我说雷静是什么呢？是这样的，是垂直上升的。你的进步吓到我了，所以雷静，我今天跟你道个歉，之前是我看走眼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啊，不敢，赵老师。我相信你以后会越来越好。接下来最后的冠军时刻，一起来看4位师傅的大分。看到小林哥95分，雷静。 97分，景轩。哇 ，Oh my god！ 我第一次看见赵老师打了100分。我们继续来看，亮哥95分，雷静98分，景轩。一起来看我们雨宁的打分，非常完美的结尾，2位都是100分。 雷静平均分是96.11分，景轩98.78分，让我们恭喜！先出100，第2季总冠军，谢谢林哥，张景轩，哇！谢谢林老师。 谢谢老师们。这一路走来，我是一个西厨，然后一直在做中餐。我也想把我站在今天这里得到的成绩，告诉更多我同龄的在厨房工作的年轻人们。你们在学习不同烹饪的方法的同时，你也要带入中国本土的文化、中国本土的食材去加以创新，为中国烹饪去献上一些绵薄之力。这就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谢谢。谢谢景轩的分享。雷静在这个舞台上也成长了非常多，也非常棒，是我们全国亚军。大家好，我是战术100+的佳明雷静。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师傅们，我们二位先主来颁奖。这是还是得我们给你颁，对不对？没毛病。来，谢谢我。同时，我们也请出我们的大熊。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惊喜的一个奖励，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特别的惊喜是什么？3、2、1，来，这是我们湖南卫视中餐厅的邀请，再次恭喜我们的景轩，恭喜，谢谢，再次谢谢我们各位师傅一季以来的陪伴，也谢谢各位先厨，谢谢，辛苦了。 好，按照其他节目的惯例，接下来可能就要说结束语了，但是不，我们还没完，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的颁奖典礼，让我们请出颁奖嘉宾思文。哎呦，这小路走的，哎呦。 我们第一个要颁的这个奖呢，叫做最动情飙泪奖。哇！有雨宁哥，刘雨宁，这位获奖嘉宾有一次兄弟被淘汰的时候流了很多泪啊。他在台上不停地飙泪，不愧是一个真正的流量明星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有请获奖人。 明亮、张景轩、刘雨宁，有请三位上台。太丢人了，这。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精彩瞬间。 在1v1对抗赛的这个部分，让我们恭喜大熊。好可爱！拜拜，太好玩了。天啊！ 我太丢人了，我每次录节目都想哭，我不知道为什么。哎呦，这哭戏感染力！演那个流眼泪的戏，是不是用这种方法？嘎就出来了，嘎就出来了，嘎就出来了。为什么哭的时候这么帅？我太丢人了。雨宁啊，宁可不丢人啊！我现在特别想看雨宁嘎的一声出来。 别嘎了！我觉得我们三个人是三个最爷们儿的男人吧，是吧？就是男儿有泪哭一下也无妨啊。明亮有什么心情？没白来，谢谢。景轩没想到又一次上台领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奖，现在什么感觉？这个太特别了，我没成想我哭样是哭成那样，真的就是挺那啥的，对。你现在拿到这个奖想哭吗？现在拿着奖就是就想笑，是不是？那个景轩是这样，我们也会酌情啊，刚才不是又哭了吗？啊，对，可能还会再加一点进去。我再哭一段给你们。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张萌、王菲菲、靳梦佳上台为我们三位颁奖。雨宁，祝您永远不哭，永远甜甜的。谢谢姐。来，谢谢张姐，谢谢，我会继续哭下去的。谢谢。 好，那我们来宣布我们第2个最向上少年奖，海涛，你觉得这个奖应该颁给什么样的人？向上少年，哎呦，我们这儿感觉都是非常积极向上的这个少年。我觉得是不是应该颁给那种特别有少年气的人？哦，就是有平时跟小孩似的，然后总气人是吧？哦，少年又气人，那不就是赵老师吗？哎呀，我们也不知道，让我们怀揣着这个悬念来看 VCR。来。 祝在场的各位旅人大吉大利，举心高照。今天展示的是，祝我们先厨一把的节目爆红、爆火、爆爆爆！我是一个热爱生活、追求自由的厨房美少年嘛。太逗了！大家好，我是北川，我才艺在灶台上。 让我们恭喜北川、普吉、李泽宏、于龙伟。先出的舞台上最年长的北川这么写的啊，和最年轻的李泽宏、于龙伟、普吉，他们对厨艺包含着热情，归来仍是少年。 谢谢丹妮姐，来北川，哎，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这个奖呢，叫做最受委屈奖。我啊，他身上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气质，他油腻而天真，他商务而诚恳。 他试图攻击流量，却反被流量攻击。那么，他是谁呢？那到底是谁呢？没错，那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的赵胤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VCR。吃了一冬天的烂苹果。 总算挨到了发烧的时候，有一个黄桃罐头。老师，可能是我那个时代富裕一点，我经常可以吃得到。大雄，你不要紧张，活的就不用发，没有活的发好的海参的。他以前活过，以前活过。可以。那大雄，我要想对你说的话，待会儿我们私下里再聊哈。大雄，咱们不听。赵老师，你作为一个这么负责任的，你刚才在录第一环节的时候，你去再买几条鲈鱼不就得了吗？不是，不让，你们亲手送走了我们队最强的北川。不是我们亲手送走的，北川就是赵老师跟小林哥商量的结果。我就没赢过。请师傅开始选人：李泽宏、小北、明亮、古兰蒂、大齐。 于龙伟，最后一个江江，恭喜刚刚点到名字的七位。这委屈是我给的，合着。让我们有请杜荣宙、赵胤上台。哇！恭喜赵老师！哇！ 觉得委屈吗？得到这个奖，实至名归吗？那得问你呀，问你呀。我觉得还不够委屈，想要看更委屈的赵老师的话，请下季依然关注我们的先厨100。我们的荣兆为一个只出品了一道菜的先厨啊。虽然我这次只展现了一道作品，但是我觉得在厨艺的这条道路上面，我和我的兄弟们在线下还会有更多的讨论，更多的进步。然后也感谢这么暖心的节目组，到最后还给咱们弄了一个这么大的彩蛋，像变了魔法一样。好，因为二位确实太委屈了，这样接下来的这个奖啊，你们想让谁给你们颁，你们就直接点他的名字。我希望萌姐和刘宇宁一起来给我颁这个奖。 让我们有请萌姐、雨宁为我们的赵老师颁奖，亮哥我来给荣宙颁奖。我的吗？这是赵老师的，赵老师以后可以抱一抱。来，赵老师，赵老师，抱抱熊啊！我赵哥为这个节目付出了太多了，太多太多了。对。淘宝买菜先出100，待会儿见。 淘宝买菜先出100，现在继续。这里是由淘宝买菜冠名播出的《先出100》，上淘宝买菜实惠又方便。有请我们20位先厨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心。到这为止呢，就是我们湖南卫视《先厨100》第2季的全部内容了。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感谢95位小姐姐的陪伴，感谢我们5位姐姐品鲜团的陪伴，也谢谢4位师傅一路以来给予我们先厨所有的支持和鼓励，也不遗余力的把自己所有的经验分享给先厨，因为你们才让我们先厨100第2季而变得不同。最后，谢谢电视机前每一位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观众，再次的感谢大家。这里是湖南卫视《先厨100》第2季，再次谢谢大家，谢谢，拜拜，再见，再见。 先厨100走到今天，至少呢，我看到了我们的先厨们都成长了。我是以烹饪作为生命，因为年轻人嘛，先厨嘛，我就喜欢一些创新。我希望赋予每道菜独特的灵魂和魅力，用最简单的食材去烹饪出好的、惊艳的味道。我在这个舞台上面，我就是想把云南菜贯穿到底。 我会用我最好吃的甜点来欢迎你们。我是一个爱健身的挑面师，我是一名专业厨师，努力成为先厨100中的男1号。我是春日限定饲养员，我们是上下铺兄弟组合。我是易大千，我是大齐，齐小北，古兰蒂，石天奇，江晨，我是杜荣宙。这虽然是一档美食比赛，但是呢，所有先厨们他是相互帮助的，只要能够让一个人留下来，他们都是高兴的。 这个就是先出100的精神。